今年23岁，我是姐姐。你好，我叫女儿，我是妹妹，我今年22岁。你好，我叫阿西卡，我是妹妹，我今年21岁。这是我叫康仁。你好，姐姐、妹妹啊，你们忙什么？你好，我很忙。你好，我很忙。你呢？我不忙，下午有那个课。啊，下午有课。哦，下午我没有课。对不起，啊，早餐我住图书馆。啊，可以。可以。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妹妹，明天是星期二，你有时间吗？没有。什么？星期二是月22号，我姐姐，我们姐姐的生日。什么？你有一个祝福，就是她的生日吗？有妹妹。你有没有礼物？我没有礼物。现在可以不可以我们去商场买送礼？可以，妹妹，来来，可以，来。我们一个人子，你呢？我买三支笔，送姐姐，太好了，三支笔多少钱？三支笔，6块，六毛钱，三支笔真便宜。对，来，我们买一个蛋糕。好，好，买。我也买3瓶雪碧和冰牛奶。可以。
姐，这是送给你的。哇，这是我的送礼物。是，谢谢。我送礼物真漂亮和可爱。再见。